家的人一天又开始了。今天咱们还要多带一些饮料，去超市里边去买一些从来都没有见过的玩具。咱们去探宝，兄弟们，拿上咱们的车钥匙，带上一部手机，然后准备要出发了。走了，暖暖。这出门呀，一定要记得，兄弟们，戴好口罩，好吧？现在这边天已经快黑了啊！兄弟们，你们猜我住几楼？再教你们一遍玛莎拉蒂的正确开启方法。哇塞，这边居然有一辆特斯拉，好像和《和平精英》里边的一模一样。上车，准备启动。也是高到地方，兄弟们，咱们来到了负一层啊。超市在二楼，也是刚到门口，咱们拿一个小篮子，因为今天要买很多东西啊，准备提一下。这一些都是文具用品啊，咱们不需要。我去，这边居然有玩具，兄弟们，这是个啥呀？雷诺，哇塞，这居然和那个飞车里边的一模一样，兄弟们，中间那个太帅了啊！让咱们逛一下这边。哇，这边还有一些奥特曼，兄弟们，这些奥特曼我也是从来都有见过啊。挺多的。这边的话有一些正版的乐高。兄弟们，这盆树啊，怎么还没有卖出去啊？等雪哥有钱了，一定给你拿下。哇塞，兄弟们，这个不错呀，好像是《和平精英》里边的一把 SCA 积木拼装。这边的话还有一些航天的一些玩具啊。哇，这拼的也太好了吧，兄弟们。来这边看一看。哎，暖暖，你在看什么？暖暖，哇塞，兄弟们，我发现了一个好玩的兵马俑。我去，世界第八大奇迹，这里面听说可以开出来将军俑还有秦始皇，这是真的吧，家人们？拿一个，回头给你们开试试啊。这边的话还有几个奥特曼扭蛋，这一盒十五，哇塞，十五居然买这么多，拿着拿着。然后咱们再选一个考古迷踪啊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里边的话可以开出来这些东西，也选一个。这边的话咱们来逛一逛，这好像是一些拼图，兄弟们，哇塞，这么多，满满一墙都是啊。这边的话有一些复联的手办，这个你们知道他谁吗？是不是美羊羊？这是灭霸，然后绿巨人、雷神、索尔。哇塞，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钢铁侠手办，兄弟们，美队。哇，这个也太帅了吧，蜘蛛侠。然后咱们在这边又发现了一个好玩的，这里边可以开出来玉玺，兄弟们，还有那些玉如意啥的啊。这是什么呀？感觉这个不是很好玩，先放下吧。哇塞，霸王龙，我去，这个帅。因为这一些啊咱们以前都拆过了，所以说今天就不拿了。看一下这里还有没有好玩的，经过决定，圆圆说最后买这个啊，考古迷踪去了吧。
但是我建议他拿第二盒，因为第一盒的话都被别人给摸过了，肯定没什么好东西。所以说咱们在选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选第二个。 OK， 就你了。然后车里边也是没有水了啊，咱们再买一瓶水。奥利给饼干，喝水呀、啊，我只喝农夫山泉去了吧，因为它有点甜。再拿上两包圆圆最喜欢吃的老坛酸菜牛肉面，必须得拿两包好吧？因为不要为什么？因为圆圆最喜欢吃这个了啊，咱们拿两包。最后咱们一共花了150文，真不错呀。好，兄弟们，这四个是咱们今天需要拆的啊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先开哪一个呢？先拆这两个吧，兄弟们，把这个扭蛋和这个青城黄兵马俑给它拆了。这里边可以开到金色的秦始皇，还有将军俑、文官俑、武士俑啊，到底能拆出什么咱也不知道。来，先拆一个奥特曼扭蛋压压惊。哥斯拉模型，这好像是一个哥斯拉的一个拼图，兄弟们，对于我这种来说不需要开拼图好吧。来，直接拆，看一下这个做工怎么样。上次咱们拼那个玩具用了30秒钟，我估计拼这个呀也最多20秒就能完事儿，好吧？再拼一下它的尾巴，感觉这个哥斯拉的做工特别的假呀，兄弟们。背部的话连那个背鳍都没有，这一看啊就是个劣质版的。但是它的眼睛是红色的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值不值？这一个15啊。后面咱们拆一下这个秦始皇的兵马俑，下回再拆。